方的南吗？它是不是中间也跑出来？哦，所以左右两竖不长哦，哈、哦。所以你的这一个横画就差不多把左右的空间都固定了，哈、哦。注意这个哈、哦，提上去贴，贴了以后，它的铁上哈、哦，它的铁上这边还有按了一下，所以这边有一点墨跑出来，你看一下黑姐就知道了。所以那边它是有下一点按的动作，按压的动作，有没有？它的脚有一点斜斜的颜色。好，接下来哈就是平均分配。你这边写好了，其他的空间就固定了。咦，贴，这不要太大。这个穷哈、哦，它这个免字旁这一点没有在正中间哈、哦。好，这个哈、哦，你上去以后，往内包，哦，哦，提贴，哦，啊，你不要做勾也没关系。就提贴就结束，不要剃哈都可以。但其实它是同一笔，只是离开的时候不太一样哈。好，这一笔你可以用接的，好，这边笔尖接过来，提贴转弯。好，这一笔哈，请你打平，它是一个小撇，但你打平。接住向右，好，这一笔哈、哦、就是一个，哎，我们说这个叫什么？撇是不是？哦，哦，请你都用接的。好，接下来这一笔，它是这样哈、哦，它是接到这边断掉，然后横画再出去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但事实上。我现在照这个连笔写，好，这样你的那个比较好掌握。提贴，你的空间，提贴，提贴，好，比较好掌握。好，这个生注意哦，哈，它这个地方有稍微写下来。什么叫写下来？就是照理来讲，我们写楷书的时候，这边是要净空，对不对？耳朵整个写在正中间，对吧？好、哦，但是他现在这个空间占到了，好、哦，然后宁可把这个切一角，但这个呢，这一个笔画几乎这一块地方是在正中间这个地方啊、哦。这个长短没有关系，两个不会差太多。哦，这个四方形跟它一样宽，然后所以里面它做了两笔。好，接下来这个稍微注意哈、哦，这个带会有一小段是直的，啊、不要写太短，哦，不要写太短。好，接下来的右手边这个东西哈、哦，它没有跟它等高哦。这个耳仍旧写在最中间。